我们这顿晚餐取决于中午的饭吃没吃完，就比如这个面。这是我今天中午吃这些的，像不像旅游在酒吧？像。好了，可以了。来了，哎呀，我爸爸的，里面加了乱七八糟的，这个是泡豆角，还有这个是早上吃上的那个黄萝卜，这是我的，什么也没有加，现在我要给他加一点灵魂芝麻酱，花生芝麻酱，好吃的这个呀，看着难看，其实也不好吃，讲完就成了这个麻酱面，再加一些这个鸡排，就成了鸡排麻酱面。哟，这么大给我。谁的晚餐会更好吃呢？现在我们开动吧。我来吃我的。我来吃我的。哇，这么大块。超级好吃。有一个一年级的小粉丝把这封信委托给妈妈，说那你看一下。哦，好可爱，看这是。张思瑶妈妈，我是，张思瑶妈妈，我上个星期的小女孩，我今年7岁了，我上一年级了，很喜欢你们的视频，希望你们继续。更新明天，这个是我是兔子，哇，好可爱小兔子，我是门的小粉丝，我的爱好是画画，谢谢你的支持，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，长大以后不就是好朋友啦，拜拜。